团发表会正式开始。我们敬爱的高雄市市长以及嘉兴油田董事长、总经理，在座与会的敬爱贵宾，以及在场的所有媒体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莅临嘉兴22号游艇码头，跟着我们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里程碑，与我们在场的所有好朋友共同来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贝儿，是不是有这个荣幸邀请大家用一个热情的掌声来揭开序幕？谢谢，再次的感谢我们现场与会的所有伙伴们的热烈回应哦。那我们在场的这个场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就是嘉兴22号游艇码头。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来介绍嘉兴游艇的背景。那么嘉兴游艇成立于1975年，曾经创下一年内交付99艘游艇的记录，那么并多次的晋升全球20大造船厂的排名。除此之外，目前已经出口超过1100艘游艇至全世界，再来一点掌声好吗？谢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可以看看侧旁的这一台波克125，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好奇这个命名的由来。那么这一台波克125是由我们的船东借由他公司的名称以及它的游艇长度来命名的。那么船东跟嘉兴购买的第一艘游艇名为波克76，而这一艘游艇名为波克125，船如其名，就有125尺长哦，再来一点掌声好吗？谢谢。那么嘉兴游艇的旗下品牌 Monte Fuel Yacht专门设计建造客制化的豪华游艇，献给最尊贵的客人哦。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波克125就是其中之一哦。究竟有多豪华？值得一提的是，波克125除了是一艘全 MIT 的游艇之外，更充分展现嘉兴客制化游艇的能力。四层的甲板设计呢，充分的满足船东的私密及公开场合区分的需求，更设置了，仔细听好了，全球唯一的游艇铁板烧霸哦，再来一点掌声哦，谢谢。那么可以让船东招待贵宾，可以说是更有面子了。那为了让船东呢，在房间就能拥有豪华的天然视野，也特别将主人房移到了主甲板上。那么因为船东也非常非常喜欢水上活动哦，也特别在船头设置了淡水的按摩浴缸，让船东在水上活动之后可以直接来休憩舒压，并且享受美景哦。听到这边，大家是不是非常想要一睹这一艘价值1500万美元，也等于4亿多台币的波克125的魅力？再来一点掌声好吗？谢谢。连我们麦麦市长都慕名而来了，所以接下来就由贝儿来介绍我们在场与会的贵宾朋友，也邀请有唱到名的长官贵宾起身与大家挥手致意。我们在场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前来参与盛会，当然也有我们嘉庭游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何妙娟何董事长，谢谢您。还有我们嘉兴游艇的最大推手龚俊豪龚总经理，谢谢。以及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郭天贵郭副秘书长，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局长张汉雄张局长，谢谢。以及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局长廖泰祥廖局长，谢谢你。财团法人船舶暨海洋产业研发中心周显光周博士，欢迎周博士。好的，以及我们高雄市议长郑丽燕郑议长的主任秘书，谢谢您。以及高雄市议员郭建蒙郭议员，谢谢议员。高雄市议员吴义正吴议员，谢谢您。以及高雄市议员林玉凯议员的主任秘书，特别感谢。以及高雄港区土地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沈妙思沈董事长，再来迎接
谢高雄市政府的大家赏，欢迎陈其迈陈市长上台致辞，掌声有请。沈董事长哈，还有我们几位议员哈，郭建蒙议员、吴怡正议员、林怡凯议员，还有政立院议长的助理哈，我都看到啊，谢谢。这几位议员都是非常关心整个游艇产业的一个发展哈，在议会也有很精彩的质询啊。那在我们的市府团队里面，包括由我们过去这个，我想对港务也非游艇非常熟稔的郭富密啊，还有张汉雄局长啊，还有廖泰祥这个局长啊，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同仁，今天都到现场啊。那当然今天最重要的是播客125了哈，不是市长，但是我今天来是要替我们嘉信加油打气啊，这个可以说是我们高雄之光。那他在 FRP 的游艇啊，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游艇的制造的技术啊，可以说是独步全球啊。那用工匠的精神啊，这个打造的每一艘游艇啊，这个都是吸引很多国外为主，当然国内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这个游艇的一个买家啊。那我们这一艘的这个买家就是我们国内的买主啊，那一直买一直买哈，这个游艇买不平啊。我相信以高雄独特的这个条件啊，当然最适合发展整个游艇的产业，不管从制造啊，我们高雄游艇制造的产值已经占全国所有的产值啊，大概占了80%以上啊，所以当然游艇的产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哈，这个阿莱利亚波林奇哈，阿里亚正来正去哈，那这个也可以说是要把一艘游艇哈，也结合整个设计科技啊，到整个工匠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高雄的游艇的产业哦，包括我们嘉信，那可以说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厂商，所以在全球的我们游艇的产值已经大概排名原来第六，现在大概进步到第四名。那我也相信这个我们市府一定是会扮演助攻的角色，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么漂亮的港湾高雄港，所以在不仅是22号码头，未来在13到15号码头也会再增加大概有60个船旗的这个位置啊。那在我们的3号船旗也会逐步的一步一步来开放啊。简单讲就是高雄最漂亮的港湾都是提供作为游艇码头的停泊地啊。所以前几天我在招商的时候，也不瞒各位说啊，我们5G LT 园区有很多非常大的跨国公司跟整个国际的这个大型的企业啊，那我跟他讲说这个园区怎么样，租金补贴什么哈，都讲很多哈，咱高雄在亚湾区要怎么发展哈，那讲到尾啊哈，我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哈，是他们考虑最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我跟他说哈，要不然你来看哈，我们高雄市政府三艘游艇，我带你坐一坐，你看怎么样？大家眼睛就马上亮起来啊！所以有很多来这里投资的都是因为来我们亚湾区，在22号码头这附近我们星光码头这附近看一看，觉得说非常不错，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你来高雄投资就对了啊！你只要认真做，努力做，跟国际接轨，有竞争力啊，那你可以马上买一艘游艇停在这个游艇码头啊！大家听得都非常的兴奋啊！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海景的这个 waterfront 的前端的，这个可以说是从我们高雄港搭着我们的这个游艇，就可以连接到周遭的很多的国家跟其他的港湾城市啊。所以我想要特别感谢我们和董事长的团队啊，这个力争上游啊，而且的表现非常的亮眼。那我也相信这个选择嘉信绝对是智慧的决定啊，投资高雄当然也是聪明的一个决定。所以今天非常
开心能够来参加下水这个我们播客125下水的典礼哈。我也再跟大家报告哈，我刚刚提到的哈，我们郭建盟、吴益政哈，还有林益凯议员，还有我们曾议长哈，其实对油田产业都非常的支持哈，所以市府支持，我们议会也支持，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扮演好我们助攻，还有在扶持产业发展的角色哈，所以祝福我们今天的典礼成功，所有的与会的嘉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再次感谢市长，也谢谢一直令高雄人感到骄傲，我们的嘉兴游艇，我们最大的推手，最大的功臣，我们欢迎董俊豪总经理来到台上致辞，掌声有请。谢谢市长刚才的鼓励，也非常欢迎各位长官，然后议员，然后记者朋友，银行界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同业先进，及一些长期支持我们游艇业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的莅临，谢谢。嘉兴游艇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有报告过，我们有40几年的历史。我们在游艇制造业跨足在游艇休闲产业，其实算是着力最深的一间公司啊。当然，我觉得它的效果及成效是大家有目共睹了。因为在嘉兴20号游艇码头，大家我们在3年来的经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亚洲新湾区，大家的房价，大家就一直每天都在飙涨，而且赔不来归涨班的，就卖没有30几万，其实是很难买得到嘛。所以在游艇码头的一个价值，我觉得带动高雄市及包括外面的厂商来进驻我们高雄市，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加分。当然在游艇码头它带来的衍生性效益，其实不只说。就是游艇制造，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带动的就是我们的维修，带动我们的一些游艇旅游、游艇租赁，包括我们的一个教育，游艇一些船长、船员的一个培训，非常多的一个衍生商机，其实都是从游艇码头出发，所以高雄市政府一直很极力的把游艇码头的一个建制是当成这几年的一个目标之一啊，也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的一个努力。当然在那个嘉兴游艇这几年跨足了服务业以后，其实我们也因为这个码头而进入了台湾的一个游艇的销售市场。为什么我们会认识了这一个船东，其实就是因为有了游艇码头，他非常热爱游艇的这个活动，所以他买了波克76尺这一艘船以后，他就一直玩啊，他包括到日本，包括到海南岛，包括到越南，其实他都一直开着船去环游这附近东南亚的地区，结果他发现他的船太小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有一艘香港籍的125尺的就放在我们的码头，是来做稍微的一个维修保养，可是他看了以后，第一个他因为他很喜欢航海，所以他其实又太小，他去看了125尺以后，其实他发现这就是他要的尺寸，他又进入了我们的管理室，发现我们的模型就放在那边，他就这一艘了，所以他订单签得非常快，几乎就是看了那一艘就马上隔天就跟我签个订单，马上就建造了，所以其实，在台湾的有钱人，我觉得不缺少，在座的非常多都有实力去买，像陈董就有非常的实力可以去买。可是变成他们现在变成他们没有办法下手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当然就是游艇码头不足，再来就是他现在波克125的船东，他现在他交代我要讲一句话了，他其实蛮后悔去买了这么大的船，是因为他只能把这一艘船开到国外去，他不能用这一艘船到我们台湾的各个有特色的渔港去，包括现在南屿绿岛，甚至最近的小琉球，包括我们的澎湖，现在也只能停马公，他要开到台湾的各地方的有特色的地方，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这他要
希望我能说，在趁这个场合能跟政府单位提这一点，说大家怎么去努力，就是他好不容易肯定了台湾游艇厂的这个品质跟实力，结果他买了这么大，反而变成是寸步难行。很可惜的是，他可以开着这一艘船到国外去宣扬国威，这是 MIT 有这么大的一艘船，可是他在国内反而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市场，把这个旅游的风气把它打开，是因为他进不去那些地方。所以他是希望说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的游艇生活能让普及化到所有人都能去享受了。当然这一艘船其实它的价值是在当然它在我们刚台湾金品奖我们有 得到了这个奖，这一艘船，然后里面的一个工法其实也非常感谢船舶中心，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合作的计划，把我们传统的工法把它变成一个数位化的生产方式，所以它的一些品质上包括我们的工期都有很显著的一个改善，所以也因为这个得到了一些补助，包括工业局也非常感谢工业局的对这艘船 的一个支持，我们也很如期的完工，所以不用烦恼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他刚开始他们蛮烦恼说我们这一艘船的一些工法的改变会导致我们施工的品质降低甚至无法完成，所以他今天特别来了解我们终于完成了，所以也对于我们台湾船厂的工法 的更新创新其实有更一步的，我觉得有这种提升我觉得政府应该可以看得到，所以要对我们游艇界要多多的再多于补助一些，然后最后我们就祝今天 的那个新船发表会的典礼能顺利，也希望我们明年要举办的游艇展也能顺利成功，谢谢。谢谢，再次的感谢龙总。市长、董事长、管理市长，咱所有的市府官员，甲所有咱的贵宾，其实高雄港是全台湾大岛内底，咱高雄上有特色，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一个天然资源。但是我们的港区如何的开发？现场的所有来宾应该知啊，我们高雄的港区围墙是谁拆掉了？是我们陈其迈市长把我们的围墙拆掉。港市合一，我们画了李三长，你无法度做到。上无咱把围墙拆开了后，和咱的港甲咱民众连到底。今仔日龚理事长会知讲，你这台船要安怎搞？是几啊十年前吼，包括其迈市长。甲迄个谢长廷老市长，甲迄个我会记是阿扁总统在执政的时阵所做的一个对的政策，问题也要甲市长报告。咱嘛有转来去听龚理事长因的心声，因咧反映讲，甲起这个码头，对起到呾拢是了解的，因为这个投资，到要卖这个船位，租这个船位出去，单单看账面上就是不划算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做赔本的生意？基本上他还有行销船的收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期让高雄的产业游艇产业在这里生根的一个利基，所以要拜托咱的起支户，要拜托咱的副秘，你来自我们港那个这个港务公司，您可以帮我们协调这些所有的差距，要拜托您突破，让我们高雄市真正成为一个。游艇产业的发展基地，从高雄出发，让台湾光亮，让我们在高雄的这个名声也在世界绽放光芒。好，这个嘉信加油啊！大家一起为高雄的游艇产业加油。陈其迈市长，你要继续加油。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为我们支持以及鼓励的广播议员。那何总，还有龚总，还有陈市长。建盟还有各位贵宾，还有我们郭前董事长、郭局长、我们郭副秘，还有各位贵宾，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典，最高兴的还可以刚在这里，还可以大家跟大家交换几个跟市长还有郭副秘跟业者可以沟通几个事情了。第一个，刚刚前几天
我们也在嘉兴参观，包括游艇码头跟他们的发展跟他们碰到的困境。那就是说刚刚陈市长讲得非常好，他现在最近都推动很多的产业的一个进驻到高雄。其实到一个产业除了一个基础工业以外，对于这些产业者他们可能更有兴趣的是生活方式。那高雄有这样的美丽的港口跟这样的好的环境，他可能投资哪个地方都有差不多的时候，他选择的跟就刚刚讲的较准较刚靠，他选择在这里，这是对高雄最大的独天独厚。除了工业的基本的基础，就你的 sexy 感性的产业，感性的生活方式，那我想产业游艇是最能代表这种感性，也是在德文叫美学，它是等同那个很抽象，但是非常具体，到最后它决定可能就那一刹那所以说游艇产业不只是一个工艺一个产业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美学生活方式。那第二个我刚讲的，我们很多游艇产业各种皱一臭的，但是要各种人台湾人不是每个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陈市长以前打开了游艇，打开了我们高雄港，可是我们的内心还没有打开啊。因为所以说我们的这些怎么去打开，怎么让船能够在这里当个基地，这是郭副秘的责任哦。大家都要请求你专哥，我们快一点的协调。那最近我们在说希望五号码头，因为在这里比较容易受风哦，船比较容易受伤害，能够到五号码头哦，五号船区前面也可以当游艇码头，里面也可以当小船，那一般市民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海洋哦。那郭副秘也很快去协调，但是听说到前几天最新的是说乐观其成的航港局跟港务公司，但是说前面因为有化学船要等二号船渠二号码头才能过去，又要等五年，这样都没有，等一下你再说。我说这样不符合陈其迈市长的叮叮叮啊，要赶快能够加怎么去把它让五号船渠能够让高雄有能够成为真正的一个码头中心。那这个都需要需要我们整个高雄市，刚刚讲市长讲的跟议会不分党派，我们都全力来支持，那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那也谢谢今天所有的贵宾，让我们看到高雄的未来，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吴振宇议员。那么市长总经理一起开启播客1-25，首先我们一手高举你们的鸣笛枪，当然中央的长官我们市长及董事长一手扶着推进器高高的举起，当然长官们因为照片今天是永恒的，所以口罩先行帮我们稍微放置在身旁即可，让大家看看你们帅气美丽的脸庞。好，谢谢哇，谢谢，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议长已经亲临现场了，欢迎议长。来得巧不如来得巧，刚刚好，来高举我们手中的鸣笛枪，高举，看向前方摄影师的镜头。当然，我们的市长以及董事长比出大大的赞，好吗？大大的赞，好。接着，全场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倒数3、2、1，我们的市长以及董事长就要将您的超车器往前推起，全场的朋友响起您的鸣笛枪，代表播客1-25正式起航，你们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一起倒数3、2、1，起！市长，市长，我们来到中央的会议室。
跟市长，要不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对，这里有三个荧幕，它这里主要都是复合式的。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海图，那当然中间就可以选择到其他你所需要的项目，像雷达啊、组合啊。那这铁痛型上折，那伽米。嗯。好，现在就先切换到海图。好啊，这就是高雄港的地形了。看一下风台是吧？一个要来，那个离开里面那个看。然后，先生，你把它缩小之后，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去的地方。啊，比如说，这触控的，对，触控的，这样啦。我要来这。好，你点这，好，它就自动导航过去，它就会自己画路线过来给你。它就会开始计算，等等的危险评估，等等啊。谢谢。那驾驶是怎样的呢？主要驾驶在这里，那它左右也有做停车的，就是离靠港的。它因为视野在左右比较好。那再来它有线控，很像遥控玩具一样，它可以在正后方来做操控。好，谢谢。今天啊，非常的恭喜我们嘉兴游艇公司的董事长哦，在我们这22号码头啊，把它新制成的这个游艇呢，展示给大家看，然后也等一下要下去游港一圈哦，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么豪华的一艘游艇，未来在我们港区啊来。为大家来创造观光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当然也需要市长啊来统一能够把一体设备啊能够弄得更好，才能创造这个观光的优势。好，还有什么要？OK， 谢谢议长，谢谢。